人体写生是素描教学当中非常重要的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注意人体的比例、人体结构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实习阶段，但是不要忘了。小白姐姐，不要伤心了。眼前最重要的是考了大学，希望这盒2016MIYA新款的颜料能帮上你的忙，你拿去。自从那天我收到了MIYA新款颜料以后，我发现我对色彩开始痴迷了，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不愉快，走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发现了只属于我的一方原颜。